美珍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哪里碰面的？上次是在那个地方叫什么？信义区的，信义区的星光三月哦。这个星光三月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啊。那美珍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我最近在忙要出单曲的部分。哇，大概什么时候？大概什么时候？今年会发。什么时候？今年。对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很多的粉丝在台下，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？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没有啦，也在蛮常见面的。是追着你来的。是。对。那我们当然知道，就是说，美珍呢，今年是连续第二年来代言我们的活动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哎，这个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，如果说你有好朋友啦，碰到这些问题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我记得我去年有讲一个朋友的故事，就是我自己朋友亲身经历到一个暴力的一个举动，然后你怎么办？我觉得陪伴他很重要，是。但是我因为有这一次的经验，我觉得最更需要多关心朋友，身边的朋友，你多注意他，可能最近的行动，或者是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慢慢的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家暴的情形，你就可以协助他。是，对、啊。是。经过你帮助之后，他现在有没有好一些呢？他现在非常的开心，还好有你，自由了。是。那当然，我们知道就是说啊、哦，这个美珍呢，在我们歌坛当中呢，也是很尽心尽力嘛。听说好像之前都是在唱福音歌曲。对。对，最近也是一样。哦，对，我们最近就是发了一张也是福音的流行的敬拜的歌曲，叫做 Jesus Fashion， 这也和很多的艺人朋友一起参与的专辑。哦，很特别。我觉得福音加流行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呢，对于这些受暴的朋友们哦，在精神上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支撑力。对，对不对？那你最大的任务是什么？就是用歌声嘛，歌声来帮助他们嘛，对不对？用歌声来反暴，用歌声，用行动。所以那你今天要为我们现场的来宾带来一些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吗？我今天会带来我的歌曲。好好，那当然这个我们不是现在要演出啊、哦、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美珍还会为大家特别精心带来好听动听的歌，要用歌声啊、哦、陪伴所有的受暴的朋友们啊、哦、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活动，我们除了请美珍到台上来表演之外呢，我们也要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致谢美珍，我们今天的代言人感谢状。